为了欢庆关帝古迹中华庆安宫建庙200周年，伊将伫6号举行丁酉年参香活动，依照古例伫2号举行祭天台仪式，向上天禀明，祈求上天保庇全体信众甲祭祀人员平安圆满。中华庆安宫建于西元1818年，又搁称作大德公庙，主祀伊有之神保生大帝。庙方伫12月7日举行隆重的请示仪式。保生大帝依个圣杯指示，伫1807年正月7日，前往台北市大龙峰保安宫、台中市环保宫参香。依照古例，初二举行祭天台仪式。今年是咱这个永乐街吼，咱这庆安宫，也能讲是。也会使讲较早讲大德公庙建庙200周年，所以咧，咱今年有举办一个活动，就是要去台北大龙峰保安宫，啊，甲即个台中环保宫，迄也是拢是主神大德公伯啊，吼，拢有要去遐参香。伫正月7日，毋茫讲咱遮个神仙大德咧，甲咱遮个乡客，大家来尽量参加大德公伯啊，安尼讲是。医术非常的高明啦，吼，啊，神通广大，法力无边，会保庇讲咱遮个乡客，咱遮个神仙的，大家身体健康、平安、快乐、长寿。除了神前一连七天闹热火灾庆安一系列庆祝活动，另外伫初六举行丁酉年参香活动，请前面信众报名参加，祈求身体健康、阖家平安。庆安宫庆祝建庙200周年。咱今年龙年年啊，丁酉年咧一连串的系列活动，上届隆重这个大活动是咱前往台北大龙峰保安宫、台中市环保宫来进行的这个活动。因为咱已经这个10年咧才办一届吼，啊，所以讲这回咧受到咱地方选民长、高雄会议长吼，啊，咱台北副主席各级的这个长官，啊，跟咱当地里长，大家热情的支持咧，总共有21台游览车。伫这个初六吼，新历年元月六号，也在呢8点准时起驾吼。即个咱参与的这个人员非常热情，今仔日举行着祭天台这个仪式，咱祈求用上帝甲这个三观大帝呢保生大帝，会当保庇咱这回进香灵车平安，一切顺利。那么祈求咱保生大帝保庇咱会当事事不灾，百折有庆，国泰民安，风调雨顺。中华进步，台湾平安。参香将会伫初六早起7点半起驾典礼出发，伫下晡4点半起回銮市区了境。乡亲会当放香案、水果、甲花供养圣驾。新中华新闻马佳宇，中华采访报道。